哎，但认不出来，认不出来，认不出来吗？我能看到我自己吗？我看不到。他帽子拿来照啊。哎，这样好像挺好。哎，挺好看。这样完全看不到自己。阿姨，给我选一套吧。他也要遮头遮脸的。哇，我感觉我顶着蛋糕的头上。但这个有点明显是他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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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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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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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我已经走顺拐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们的六星不是步伐，直接顺拐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好，哎，差一点，哎，我这样走。你看这俩傻不傻？好傻。西三岁和动五岁。找人，找人，队员，找人。哎，等一下，拍个照吧，再瞧两个。拍个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！哇，很漂亮！等等，我忍不住要拍一张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哇哦！来，嗨，朋友，走两步就想拍两张，走两步拍两张，这么漂亮。太。走，咱们拍游客照。哎，我们对于找朋友这件事情是完全是不上心，基于随缘的心态。对。我腿麻了。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下午茶，躺一躺。我们俩就穿成这样，躲在这儿。不是说看星星吗？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我们。我们是不是被整了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被整？我们不是来，是不是局中局？我们不是来找朋友吗？景太漂亮，走着走着一下就忘了要找人这事儿。哎，等等，我们是不是走过了呀？他给我们提示吗？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吗？你看到在那个蓝月谷那里有人拍婚纱照或者是牵着手的，应该大概率就是我们。啊，后面观光客，那边有两个穿婚纱的。我的天哪，这里大概是一个婚姻的巢穴吧。这里拍婚纱照的人真的好多。真的也没有找到朋友。